100年前，一艘承载千军的小小红船越过急流险滩，掀开了中国历史新的一页。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砥砺前行，新中国诞生的消息在五星红旗升起之际传遍世界。改革开放以来，华夏大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中国在历史与时代的碰撞中焕发出勃勃生机。奥运圣火的接力足迹在奥林匹克史册上留下铜红的中国印，让世界听见中国声音。穿越古丝绸之路，中欧班列化身横跨欧亚大陆的钢铁驼队，成为穿梭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丝路快车。今天中国共产党带领着中国人民，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走进世界舞台中央。过去100年，中国共产党向人民和历史交出了一份优异的答卷。现在，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，又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。